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呢现在请大家起立，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基督的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赐下大能的恩膏，在神的保守与祝福里得着平安，得着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又是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天父，我们谢谢你，美好的一天，美好一周将要开始，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你给我们的美好是没有限量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每一天都把各样的礼物、各样的美好就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当中。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天每一夜，你都用你满满的恩典、满满的恩惠、满满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为我们所舍命，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使我们今天我们因着你，我们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完全的得到医治，我们的身体都是健康的，我们的身心灵问题都是健康的。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时常的来诉说你的恩典，时常的来诉说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圣灵，谢谢你，谢谢你长远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天父，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圣灵，我们邀请你现在就来到我们当中，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这里，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空空的来，要满满的回去。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被你来眺望。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把那个饥渴慕义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渴慕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就是要来认识你，我们就是要来要你。主啊，我们就是要来更多的经历你。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崇拜交在你手中，愿你掌权居首位在我们当中，也愿你来恩高待会王进禅牧师的讲道。主啊，让他的口所释放出来的话语就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听得到以后又能够行出来。谢谢你，愿你掌权在我们的聚会的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流程。主啊，你就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讲到是福气的人系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请王进禅牧师。自己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他说了几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虚心的人跨不干衣啊。你不要骄傲，能够谦虚的人有福了，这是对自己。第二，哀痛的人有福了，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愿意做是良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却常常做出来了。上帝啊，恳求你怜悯怜悯我这个可怜的我吧，能够为自己所做的常常觉得不安，恳求上帝的爱跟连续的人有福。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不管你个人的生命怎么样，不管你个人的知识、财富、社经地位怎么样，你还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表现出你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人，温柔的人也气嗲嗲吗？不会。温柔的人会站在很高的位置对人讲话吗？不会。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要承受土地，他们要得着许多人的心田。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 OK，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本体，他开始在渴慕，渴慕上帝的话语，渴慕上帝的国度的实现。渴慕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景象，那这么一个谦虚的人，一个倒空自己的人，他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现在开始在渴慕，不是渴慕那些明星他们的现况、他们的财富、他们以舞台上的表演，而是渴慕上帝啊，你的话进到我的心，上帝啊，你的国度、你的心意，你能够充满我，我渴慕。那那个渴慕的态度就像什么呢？饥渴。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你曾经饥饿过吗？有。有啊，那感谢。现在的人，现在的人常常已经吃不下了，妈妈还说：“啊，赶快再吃啊，再吃啊！”已经吃不下啊，我们这是把肺呢，吃不完了，你不吃可惜啊。现代的年轻人很少感受到什么叫做饥饿。两天不吃，三天不吃，五天不吃，七天没有东西吃。我希望，我期待我们当中有人，假如家里有太多东西可以吃，冰箱还有吃不完的东西，然后还要常常去，因为没有人吃，所以要常常去倒掉。那我希望你或者你的儿女有机会送去进食祷告，三天五天不吃饭，那一种什么叫做饥饿啊？大家都已经长大，都已经结婚了，都已经生了孩子了。我当中有一个姐姐，她才说：“你们都不知道，当我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因为好几年来有一些家里有一些状况，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家里找不到20块去买东西。”连去买几个馒头，家里几个人分一分，都找不到20块。他说：“我们这样度过，惊恐的度过了好几年。”听起来都很心酸，因为大家都长大，各自成家立业了。有人因为在外面遇到的事情，不敢回来求助家族，也自己在外面度过那好几年。饥渴，人在羡慕一个上帝的国度，就像一个没有饭吃、没有水喝，长期在那个这情况之下，然后他一心一意
希望上帝的国度能够实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想象，这一个人是他的生命的态度是多么的渴慕这个义，这个义。耶稣说：“你们要进天国吗？假如要的话，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但是各位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吗？还是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然后把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丢在，只是礼拜天要来教会，礼拜天能够来教会，还是很看得起你牧师啊。假如你牧师得罪了我，假如你牧师不就不对我好一点，我都不一定听给你礼拜。你看教会都进去的时候，谁对我那个眼目，连手都没有跟我握一下，我就不愿意去给你做礼拜。多少人带着这样的心，上帝，恳求你怜恤我们吧。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只为自己的肚腹，只为自己的名声地位，只为自己的工作，只为然后。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跟我何干？耶稣说 ：“No， 你是上帝的子民吗？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你们所需要的，他会怎么样？他会自然的加给你们。假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的提醒我们的子女。”假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训练我们的子女，假如他能够在兢兢业业的做上帝国度的有用的上帝所疼爱的子女，那他从小就非常独立自主的，因为他要努力做一个在上帝面前让上帝喜欢的，让上帝看真乖呀，这是我的宝贝儿女。那这个样的孩子长大，他不会依赖父母亲。他从小他会很独立，他很自足，然后养成之后，他自己本身他不一定数学要考得很好，不一定生物也要让老师打及格，但是他一定会有一条路，他可能搞不好就是要他是非常好的修车师傅，到非常好的水电师傅，他能够走出一条路来。会游泳的人，他的英语可能都不好，对吗？能够拿到台湾代表台湾去拿到世界奖杯回来的各个精英，他可能他的国语也不会写。现在我的大学的学生，他说哇，那个字相当看不懂，大学生，哎，但是他一定有一条路。从小养成自己在上帝面前，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世界上工作那么行业那么多，你不一定要成为别人眼中优秀的、很会读书、成绩很好的，但是你的生命，我们在这里耶稣讲的是你的生命，饥渴慕羡慕上帝、追求上帝国度的实现。我们自己本身，我这个生命是不是上帝国度的一份子？是不是？是的。你的生命也是上帝国度的资产之一。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个生命的价值感，每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是上帝啊！你在我身上，我要如何彰显你的爱？如何彰显你的价值？那每一个就是你对上帝，你跟上帝，那一生都在问这个问题。我生命走到30岁了、50岁了、60岁了、80岁了，上帝在这一个阶段，我要如何？我是属于你的，那我要如何展现我这一个阶段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使人在我身上看见你的爱，在我身上看见你的恩典。奇妙的恩典就从我流露出去。我告诉你，每一个人，我们能够这样子不断地问自己：
上帝的国，上帝的意义如何借着你实现这样的生命。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出事的，没有人会出事的。他可能会做出你眼中看为 不得体不当的行为，但是不影响他整个一生在上帝面前的价值。耶稣说，你要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啊，每天你的态度 attitude 饥渴羡慕上帝的国度的实现，帮助的下一点好吗？ Righteousness、我想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像在野地各种动物经过了沙漠，在寻求河水、湖水、草原，所有那么大的一群，他们真的是他们的一生，尽其一生到处在寻找水源跟草原。耶稣说，你们的态度就要像这一群在旷野中的动物一样，饥渴羡慕上帝公义的临现。我告诉你，常常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谈的就是进入到教会，无论在祷告读经，我们在谈的都是爱爱爱。但是假如你好好读耶稣的话，好好领受旧约先知的话，先知的话跟耶稣的话一直在呈现的是上帝的公义走在仁爱之前，上帝的公义走在仁爱之前。但是我们常常在谈爱，我们把公义丢掉。什么叫做公义？最近有人贴了每天的灵修，所谓的公义就是是就是是，然后呢，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能够坚守一生做那该做的，然后你有自由选择不做那不该做的，说那对的真的，然后不对的不真的我就不说，公义。然后所谓的公义，上帝的国实现了，就是让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他能够活在一个公平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所以就像天平一样，就像天平一样，天平的砝码是旧约圣经唯一再强调所谓的天平公义的社会。我一旦我有一口饭吃，你我就不能够看到有人饿死肚子。所以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圣经耶和华化成为立国的一个国家，在他们整个社会里面没有乞丐，没有穷乏人。因为这个信仰的团契就是让每一个人活在上帝的面前都能够很安全的，很安全的。那我们的社会呢，我们台湾的社会呢，我们彰化的这个社群呢，我们能不能基督徒，你一旦成为上帝手中的宝贝，你一旦成为上帝手中的仆人，你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在追求上帝的国度，一个公义的国度临现在你我的眼前。你是在投入这样的运动，所以八福事实上是一种运动，从倒空自己，从倒空自己，跨步改移，然后主啊，我真的得罪你了，主啊，我真的还没有警醒，我还没有站立起来，恳求你允许。
然后让我软化自己，然后开始在追求，开始在追求。你可以看到，这是一步一步，生命在改变。用你所做的来回应上帝，表示你是一个敬爱上帝的人，表示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亚伯拉罕他能够得着上帝的欢心，是他到了99岁、100岁所得的一个儿子，竟然上帝说我要，他说好吧，你要我就给你。他用他实际的行为，用他实际的行动，表明他对上帝的敬与爱，他对上帝的顺服，完全没有保留，倒空自己，没有保留自己，因为上帝也用这样的态度，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上帝也倒空他自己，用他的行为，用上帝的作为，表明他爱你到底，爱我到底。所以上帝已经先做了，那我们也要用学习这样的态度来回应，来回应。所以上帝的爱是用行动来表现，我们对上帝的爱也一定要用行动来回应，这是行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信就必得救，对吗？对。然后呢，就停在那里了。老师就是老师，我告诉你，是的，信就必得救，那是进入得救的门的第一步，那只是进入得救的门的第一步，你入门了，然后呢？许多住在家里的人对家里一点责任都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许多住已经住在家里的人对他的父母亲一点欢心、一点感恩都没有，已经进住到家里的人，然后也为他准备了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然后就躲在房间里面享受房间里面一切的好处，然后等妈妈做完了菜，我赶来把他叫出来外面吃饭，就完结啊，有没有？得救了，进入了，然后呢？没 ，nothing to do nothing， 然后一天到晚在里面消费爱他的人的爱心，消费。所以耶稣说，不要以为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必怎么样，不要以为天天一天到晚称我主啊主啊都能够进天国呢，唯有那遵行，这里有一个行动，唯有那遵行天父旨意的，遵行 action。现在问题是，我们有了信之后，你的行为有没有在证明你是上帝，你是属于上帝的，还是你还在那里听？亚伯拉罕，我们信仰之父，他用行为回应上帝，你那么爱我，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在雕刻偶像的，你竟然从众人当中拣选了我。我一生90几岁了，都没连心肝子在尿浓嘛不？然后你竟然真的赐给了，总不可能当中赐给了我儿子，这个儿子是来自你的，你要献给你吧。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是相称的，各位。耶稣对我们的爱跟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表明他对我们的爱跟他的行为是相称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看到 我一直在说，哇，
还有4年就退休了，然后我有一些话讲的，我不说的话，我会有灾祸。我不忍心看到我的所爱的一群人，真的一直活在信仰的舒适圈里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有人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一天到晚在呼求你的名啊，我一天。那宝宝也说了，只要你口里实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我告诉你，有时候不要被宝宝给害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只是信仰的第一步而已，不要停留在那里。进入了一个家，父母亲那么爱你，为你预备了所有的一切，你要敬爱父母，要孝敬父母，要帮助父母，父母很累了，你要站起来，妈妈我可以做什么，那才表示你跟妈妈跟这一个家是一体的。不然的话，在这个家享受了那么多的好处，常常考试，学校考试100分，然后在家里跟父母亲跟这一家的关系 nothing to do， 然后我是家里的好宝贝 ，no， 这款的家庭是这款的囝将来出去，你不知要哪做老爸，要哪做老母，饥渴慕义的人。耶稣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凡善人的义，这个你们所做的，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行为若不胜于法利赛人所做的，不能进天国。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法利赛人他们懂得太多圣经的大小，旧约圣经、摩西律法，他们懂得太多，但是遇到了那里有一个受伤的人，他们躲到一边去了，他们躲到一边去了，他们的手怕脏，他们担心停下来，强盗连他也打也抢，他们担心那个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了，满身都是血，我去扶持他，我的手也染血了，等一下要去圣殿，那怎么办？我是一个污秽的人，不洁净的人。我告诉你，说了一大堆的理由之后，然后他还是 do nothing， nothing to do， 想了一大堆，最后还是回到原点。社会有太多的苦难，我们惹不起，我们管不着，这跟我没有关系。教会不要谈论社会的事，有没有这样的声音？教会不要管社会的事，我们在教会里面虔诚就好。教会那是世俗的，我们是这个是 holy 的。我告诉你，多少人一旦进了教会之后，就把自己当作 holy 神圣的。就把别人当作世俗的、肮脏的、不洁净的。请问上帝是这样看我们的吗？请问上帝这样看世人的吗？上帝看每一个人都是他所要救，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爱的。耶稣才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多少基督徒进了教会之后，就把自己当作神圣的，开始在说外面世俗。那些不信耶稣的该死，我的妈呀，有人 把信仰带到这样的地步，然后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你啊我，他成为咒诅别人来自以为高兴。 No， 上帝下一给好人，有下一给坏人。上帝照日头，太阳照好人，也照不义的人。世人在
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完善的，人人都犯了罪。上帝爱每一个人，哪有人进了上帝的家之后就把自己当作神圣，就把别人当作世俗？ No， 他们那一些，我们也是罪人。我要赶快把连我这样的罪人都蒙恩了，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上帝所派的，进来吧，进来吧，这里有人愿意成为你的朋友，这里有一个家是属于你的家，连误会的我都被欢迎了，你也一样可以，因为主耶稣也为你而死了。我们能够永福教会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教会吗？所以这样的信仰是在呼召每一个人，你所信你所信的，你要把它做出来，做得跟上帝的心意一样。因为我们在追求的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我们在追求的是上帝的国实现，所谓的实现就是落实在地上。哪里是地上？你的家就是地上，永福教会就是地上。愿神的国降临在地如在天，彰化就是在这个地上。每一个教会你所处的环境，那个就是你要努力借着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借着一群也是的不完全的罪人，但是他们对神随时存着感恩的心，在回应，在努力做出上帝要我们做的，然后用恩典的手、温暖的手伸出去，让那一些孤单的、流泪的、无助的、恐慌的、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牵着你的手，你带着他们走进来，上帝会很高兴。所以许多人常常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们在是的，一直在增加信仰的认知，但是信仰的认知常常把他们带到很多信仰的规范跟错误的理念，然后自以为意。浪子回头的比喻，小心一件事情。是的，前面是一个对家不满意，对父母亲不满意，对哥哥不满意，然后父亲呢，把我该得的份，把我该得的份给我。请问，这个搞事情呢，他该得什么份？该吃自己的份。从小父母亲养他长大，他有什么份？那产业都是父母亲的，他有什么份？他每天自己产生自己的份，把你的份带走。是的，他抢夺了父母亲的产业之后，出去发完了。父亲还是那样的期待这个孩子，你是我生的，你是我所关心的，你离开之后，我的一心一意还在那里等待，期待你有一天什么时候回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真正的父亲，他没有把他这个浪子当作世俗的，没有把他当作淫荡的。这个父亲一直在期待我的宝贝儿子。所以请不要进到教会来，然后就在咒诅外面的人是世俗的人，在上帝眼前没有世俗，因为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造的之后，他就看每一件事情是好还是坏。好的，所以请不要做主彰化，说彰化的空气都是，彰化的天空都是恶魔。No， 彰化的天空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恩典。你们要跟我这样做这样的信仰告白吗？为什么一直要把上帝的这么美的上帝的世界，一直说推给魔鬼，这是魔鬼的世界？No。
有些人把信仰解释得很奇怪。不，这是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太美丽了，但是这个世界被误导了。那我们这位上帝所做的宝贝，我们如何要把这个污染的世界重新恢复它的清新，然后把这个不公不义的不平等的社会，借着我们大家的努力，让每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都能够过得好好的，都能够过得好好的。所以感谢主，台湾十二点，晚上十二点一点出去，你的心会不会慌张？怕被抢？你一点两点在外面，想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你会不会一直在担心你的钱包？然后看到他才走到你旁边，你就一直躲，他担心我是会抢你的人。感谢主，台湾这个社会让你很安心，很有人情味。但是这里还不够完全，这里还有许多需要你，需要我们一起努力。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善，他要你所做的是什么，就是要你，我们一起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所以这样的信仰是在呼召你，呼召我，我们一定要站起来，离开你的舒适圈，然后走入这个还不完全的社会跟人群，然后借着爱跟对公义的追求，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好，变得更好，变得更好，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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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稍微做个广告，这个礼拜六那个伟达好几次来我们这里做咖啡，礼拜六几点？对，九点，早上九点，送完会去唱歌吧？还不知道。可以的话，至少去拿个麦克风，几个人唱一下。好 ，OK， 可以的话，就是祝福，因为有人要借着参选，然后一起来推动整个社会的风气，无论是年少的，或者老年的，或者是交通的，让彰化更好，行公义，好怜悯。以前的公部人在做公家的企业或者公家的标案，回扣拿多少？拿多少？你知道吗？20%是合理，20%是合理。现在这个拿掉了，感谢主。这个社会有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不断的有人介入，然后去改善它，改善它，改善它，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更合乎上帝的旨意。他说：“行公义，上帝所爱的是什么？上帝邀请你跟他一起来做，做上帝在做的，行公义，好怜悯，与上帝同行，与上帝一起做工。”饥渴慕义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耶稣说有福气的人，盼望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也在追求在上帝面前过一个蒙恩得救有福气的生活。但是这个有福气，这个幸福感不是 nothing to do，而是真正的幸福是流着眼泪带着微笑，在各种冲击，在各种苦难不顺的环境之下，逆境之下，你还是充满感恩，用颂恩的诗歌不断的歌颂，不断白天晚上歌颂赞美，然后边歌颂边流眼泪，然后一直在追求你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世界的实现。实现了之后，你觉得我的一生真的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所以这样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舒服的，绝对不是一个
坐在里面祷告读经的，而是一定要出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怎么可以把它放在教会里面？怎么可以只能够放在你家里，而是要拿到外面去，让你们别人看到你们的什么好行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于上帝。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人会这样告诉你说：“好，你们一天到晚，我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我一直担心一件事情，这是真的。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人一天到晚在贴圣经节，甚至贴到那个非基督徒的群组里面去，而且每天一直在贴。我很担心，一直在贴圣经节给别人，给非基督徒读经，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好。”第一点，这个很好。第二点，要小心了。假如你贴出去的群组的人比你更辛苦、更付出，对这个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付出，但是你贴的人都没有在做，我告诉你，人家反过来会讥笑你的。人家反过来会讥笑你的。你把你的信心给了我，你把你的圣经节给了我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我们每天所做的就是在做你给我们的圣经教导的，但是你推给我的人，我没有看到你在做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危机？你一天到晚在贴很好的经文给别人，但是他们很认真，一群专业人员、律师、医生，他们为了彰化在付出，他们把他们的专业、把他们的律师楼、把他们的医师的排班通通放弃，为了争取彰化，为了这个社会，他们一天到晚在打拼。但是所有的场次都没有看到你们，但你们一天到晚在对我们传福音、说教。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吗？我在担心我们被笑，我在担心我们被笑。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慕义，就像那些动物一直在追寻草原、追寻水源。你一天到晚有在追寻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的连线吗？有的话，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上帝的国度有一天会实现的。当你看到你所追求的梦想成真的时候，你说：“哎呀，上帝啊，真的太好了，这个一路有你相陪，太美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一生就像这个投影片一样，对，私底下见的所有人认为最好的，但是常常呈现出来就是变得很残缺。我们的人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但是真的上帝要去看，就是延续我们，还有我们该做的、应该做的还有那么多，感觉你延续我们。但是我们尽力了，就像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力去爱、去服务。但是我们所做的不足的地方，恳求圣灵，你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补足我们所做的不足。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一群的同工，让我们在这里有一群的好朋友，在平常就默默的在做许多的事情，无论在公在私，我们都一直在做。谢谢你，恳求你坚固我们的手所做的一切善功。我们不足的地方，恳求圣灵，你加添我们力量，你补足另外一块，然后让人看见我们所做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上帝，因为我们是一群，
愿意顺服、愿意付出行动的人。我们是一群不是来向教会消耗资源，而是来教会领受信息之后，马上成为一个实际的贡献者的人。求你坚固伟大，让他也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